很受到很多朋友的祝福，因为我常年很怕过生日，因为又要老一岁了。但是还是很高兴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的、开心的面对生活，不要有抱怨呐。谢谢你，我们共同进步努力。我收到了一些观众和听众的留言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长泽李奈，希望嘎嘎在吗？要多注意身体，等空下来给自己放个假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好多人还说，穿上新买的摄影师套装，戴上渔夫帽去钓鱼。我觉得这个可以。我现在要拿出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要去河边呢，或者海边啊，溜达溜达，放松放松，放空几天。那还有一个是心之所在1020，哥哥生日快乐！从生日温馨到现在，看你越来越好，真的替你开心。家乡也有很多云朵，有机会呢多回家看看。好，一定一定一定啊！有机会就回家看看父老乡亲。那么我期待着你开歌唱，不过以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多注意休息，太累了。我们在剧场的舞台上见，总有一天会实现。谢谢你啊，我们在剧场见。